以前玩密室逃脱都是大人，估不到而家有细路仔版喎，仲加入了 STEAM 元素，鼓励小朋友动脑筋逃出密室。荔枝角呢间密室逃脱主题馆适合6至14岁的小朋友玩，限时35分钟之内离开到先至叫做成功啊！一嚟就越级挑战最难的魔法学校，小朋友真系头都大晒啊！连陪入去玩的爸爸都被考起，真系几难咁。We need a blue。决定要找帮手，按钟仔问职员拎提示，拎提示的次数是不限的。终于成功解开锁啦，可以走入秘道去下一个关卡。以小朋友来讲，有些位置不易想到答案都有些难度的。另外还有3间不同主题的儿童密室逃脱，失落帝国这间相对容易，但是其中一关就很考反应了，要连续按钟才行，不是一定卡关啊。所以就是找帮手啦，或者多些小朋友合作玩才得。消失的囚犯1962这间的场景几逼真，有监狱和警室两部分，男仔就最喜欢了，因为可以玩玩具手枪又可以完成任务嘛。